爸今天出门了，没在家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去市场取货去。今天把这小孩给放出来了，带他上店里溜达溜达。你高兴吗？过来先拿鱿鱼丝，再来买一斤辣椒丝儿，再来取厨具，大包小包的，我姑娘还帮我拎一些。陈不陈？之前我们在西市场门口有个卖1块钱那个板面的，我寻思今天带我姑娘来买点给她吃，结果今天来了不巧没出摊儿。俺俩快不快？快，真快，没想到。你姑娘混个吃的。啥呀？在这鱿鱼丝呢，那阿姨给她一袋那是啥鱿鱼丝儿啊啥的。啊，就小的那个。大的。啊。来给妈妈。你好。早上好，快点，姐姐一看还得学舞蹈，帮我接一下。人有事儿没？那姐姐呢？姐姐待会儿来。带我姑娘去市场老好使了。咋的了？啊，人家赠送东西吃了，我都没那么大面儿。啥玩意儿？糖，酸的肯定是这个酸粉。这不是酸粉。啊。是酸粉呀。可乐味儿了。啊。今天我爸不在，雇了一个小劳工。放哪儿啊？这样的？放门口呢。都放门口那是吗？嗯。楼上。嗯。好好干啊！中午给你做好吃的。家里鸡腿。可乐鸡翅。终于回来了。哎，咋这么晚呢？给大家买点东西。买东西了。嗯。这见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那个阿姨给萌萌吃的鱼丝儿，已经被我们造成这些了。悄悄。完了，把你救了。你不爱吃这玩意吗？跟小猫似的。多香啊！姑娘，我想吃巧克力，你买点。给你的。这是你咬过的，还有口水呢。给我一块儿。这是你咬的呢？还有口水呢。这我一半就够，剩下的给你吃吧。我姑娘小衣服也快打铁了，这给她洗洗。你能不能不那点？他老能出洋相了。我小时候这样吗？小妹。嗯呢。那他是随我没随他爸。嗯。你随你爸吧。我不想随他。咋的呀？我爸不好呀。你这视频出来之后你就挨揍了。不是。早就赶紧暂停。